过年，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有雨森老师作品出现，我觉得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。对，很厉害。这件事情是非常，我觉得非常值得所有的创作者，包括就是去跟老师去学习的一点，就是他的作品不会被时代去局限，然后也不管过几年都不会被遗忘的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就是，我们就把我们新生代的一个力量、灵魂，注在这一首作品上面，然后就是让一个世代的结合吧。对对，没错。那我们刚当完了 Bad Boy 之后，现在呢想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太空走走。那带来这首《带我去月球》。